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左边的大，右边的小。左边的大，右边的小。二，您好，见到您很高兴。您好，见到您很高兴。三，你看，女孩子也喜欢踢足球。你看，女孩子也喜欢踢足球。四，咖啡来了，要不要喝一杯？咖啡来了，要不要喝一杯？五，昨天是小李的生日，下班后我们去唱歌了。昨天是小李的生日，下班后我们去唱歌了。六，太好了，我找到这本书了。太好了，我找到这本书了。七，中午他给女儿买了一件衣服。中午他给女儿买了一件衣服。八，他们四个人每天都一起吃饭。他们四个人每天都一起吃饭。九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，10分钟后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，10分钟后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十，他们开着车出去了。他们开着车出去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
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。十一，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？不是，是昨天的，今天的还没到。十一，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？不是，是昨天的，今天的还没到。十二，你去洗洗手。好，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？十二，你去洗洗手。好，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？十三，车怎么了？没关系，可能出了点小问题。十三，车怎么了？没关系，可能出了点小问题。十四，现在雨已经不下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十四，现在雨已经不下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十五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真漂亮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十五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真漂亮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。十六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在哪儿？十六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在哪儿？十七，这个药一天吃几次呢？医生说一天吃两次。十七，这个药一天吃几次呢？医生说一天吃两次。十八，上午考得怎么样？别问了，很多题我都不会做。十八，上午考得怎么样？别问了，很多题我都不会做。十九，我想去北京旅游，北京哪儿最好玩？让我想想。十九，我想去北京旅游，北京哪儿最好玩？让我想想。
二十。今天还是阴天，这天气真冷。是，我穿了这么多，还觉得冷。二十。今天还是阴天，这天气真冷。是，我穿了这么多，还觉得冷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没休息好？是，昨天晚上看电视看到十二点。男的昨天晚上做什么了？二十一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没休息好？是，昨天晚上看电视看到十二点。男的昨天晚上做什么了？二十二，服务员，请给我来一杯热水，谢谢。好的，不客气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二，服务员，请给我来一杯热水，谢谢。好的，不客气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三，你知道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吗？知道，有两千多。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？二十三，你知道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吗？知道，有两千多。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？二十四，你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公司的？我是去年，2008年来的。女的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公司的？二十四，你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公司的？我是去年，2008年来的。女的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公司的？二十五，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？我上个星期已经看过了，我们去游泳吧。男的为什么不去看电影？
25。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？我上个星期已经看过了。我们去游泳吧。男的为什么不去看电影？26。你好，鱼怎么卖呢？很便宜，2块钱一斤。男的要买什么？26。你好，鱼怎么卖呢？很便宜，2块钱一斤。男的要买什么？27。张小姐的飞机快到了，我们还要多长时间？没问题，我们再有5分钟就到机场了。他们要去哪儿？27。张小姐的飞机快到了，我们还要多长时间？没问题，我们再有5分钟就到机场了。他们要去哪儿？28。这个椅子有点贵，但是颜色很不错。你喜欢，那就买它吧。男的觉得这个椅子怎么样？28。这个椅子有点贵，但是颜色很不错。你喜欢，那就买它吧。男的觉得这个椅子怎么样？29。你准备哪天去中国？我买的机票是8月7号的。男的哪天去中国？29。你准备哪天去中国？我买的机票是8月7号的。男的哪天去中国？30。谁在门外？是你妈妈回来了？不是，是送牛奶的。谁在门外？30。谁在门外？是你妈妈回来了？不是，是送牛奶的。谁在门外？第4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
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吃，你怎么不吃了？少吃肉，多吃菜，对身体好。身体好，还要多运动。那我们明天去跑步吧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1。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吃，你怎么不吃了？少吃肉，多吃菜，对身体好。身体好，还要多运动。那我们明天去跑步吧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2。你家离学校远吗？不太远。你每天怎么去上学？有时候坐公共汽车，有时候走路去。男的家离学校远吗？32。你家离学校远吗？不太远。你每天怎么去上学？有时候坐公共汽车，有时候走路去。男的家离学校远吗？33。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？7岁。是吗？我女儿今年也7岁了，我希望她能和您学跳舞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非常欢迎。男的想让谁学跳舞？33。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？7岁。是吗？我女儿今年也7岁了，我希望她能和您学跳舞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非常欢迎。男的想让谁学跳舞？34。天快黑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的，外面正在下雪，您路上慢点儿。没关系，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4。天快黑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的。外面正在下雪，您路上慢点儿。没关系，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5。你怎么9点就睡觉了？因为明天要早起。明天星期日，你起那么早做什么？我一个朋友明天要来，船7点就到。女的为什么要早起？35。你怎么9点就睡觉了？因为明天要早起。明天星期日，你起那么早做什么？我一个朋友明天要来，船7点就到。女的为什么要早起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